德林，奴才在，皇上有什么吩咐啊？你干的好事，还不快跪下！奴才有罪，皇上饶命！狗奴才，竟敢做出这种事来，你是不想活了吧？奴才知错了，皇上饶命！来人！撤！把德林杖责三十，狠狠地打！撤！皇上。 德林公公得罪了，你们俩轻着点啊，否则没你们好。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小园子，奴才在。 拿家法来！哎呦，完了完了完了！这事儿大事全完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了？徐端义回来就去河堤工地追查河堤决口的原因，那些河役们啊，哎呦，已经把什么事儿全都告诉他了。你们说这已经保不住了，这个徐端岂能放过我们？哎呀，这下可是真的完了！完了完了！我们赶紧找吴大人相向办吧。对对对，咱们的可都是按他的意思干的。 他不能袖手旁观。对，是啊，来不及了。吴大人远在京城，万一这姓徐的下手太快，一旦定了案，到时候咱们再想翻，可就翻不过来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总督大人，总督大人，这太沉不住气了吧？不要忘了，有句话叫做"先下手为强"。 哦，明白，明白，明白了，大人，您的意思是让下官这就起草奏折，弹劾徐端，治河不力，玩忽职守，造成河堤决口。可是就我们几个居民，恐怕官微言轻，分量不够啊。有乐大人在此，你还担心分量不够啊？那好。 赶快起草奏折吧，越快越好。遮遮，来来来来，哎，咱们几个赶快啊，一起。这份奏折你们都看过了，徐端治河不力，导致大堤再次决口，该如何处置啊？皇上，这份奏折乃一面之词，不足为凭啊。哼，大堤在他任内决口，是不是他的过错？ 弹劾奏折上写的很明白，无需再辩。皇上，奴才认为徐端应该尽快革职查办，南河总督仍由吴敬担任教委妥当。嗯，说的有理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广兴啊，你旨，将徐端革职，留工地效力，任吴敬为南河总督。这，你们好大的胆子呢！ 竟敢趁我进京之际假传命令，把河役们从刚刚合拢集区加固的河堤上调走，故意让河堤重新决口，以泄私愤。朝廷的几十万辆治河款，几百位河役几个月以来夜夜尽职的辛苦劳作，顷刻间就化为乌有。几十万户灾民重新又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。你们的身上。 还有没有一点良知？你们简直就是倭国殃民的败类！本官要把你们蓄意破坏河工的事实上奏皇上，你们就等着受死吧！来人呐！在，把这几个败类给我押进大牢！还不快动手！是。快，爬去下啊，供应圣旨。 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徐端治河不力，玩忽职守，致使河堤决口，酿成水患，罪不可逃。即日起，革去其南河总督之职，留工地效力，任命吴敬为南河总督，署理河工事务。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 徐大人，还不谢恩。
臣徐端，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 徐大人，你打算跪到几时啊？快去工地报到吧，你不是很喜欢工地吗？皇恩浩荡成全了你，到了那里，这辈子就别再回来了。来人，替我送徐大人去工地。是。到了工地，你们要好好的照顾他。<笑> 吴大人，哎呀，您可终于回来了！下官们可真是望眼欲穿呐！可不是嘛，吴大人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这河督府又是我吴某的天下了。是啊，请。吴大人，朝廷划拨的制河饷银已经用去大半了，照这个花钱的势头，只够维持一个月了。用得着大惊小怪吗？钱花完了。 只管朝廷再要就是了。下去吧。折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大人，老爷，你要想开一点啊，老爷。大人，夫人，大人，戴大人可好？我们家老爷对徐大人的处境非常担心，这是我们老爷的信。多谢戴大人的信。 戴大人，要您千万要保重身体，不要太忧郁，也不要太劳累。他还说，总有一天皇上会回心转意的，老爷。这已经与我无关，我心已死。回去告诉戴大人。 他对徐端的恩德，徐端只有来世报答了。老爷，大人，老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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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有什么吩咐？家里还有多少银子？1200多两，老爷。你带1000两，速到治河工地，找到徐端。看样子。 他不是很好了，如果有药可治，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治好。如果无药可治，你就帮着徐夫人把后事给照料吧，让他入土为安吧。今天你就动身走，要带1000两吗，老爷？就1000两。徐大人多年一心扑在河工上。 两袖清风一贫如洗。这次他如果真的走了，恐怕他家里头的银子连入殓都不够啊。他的妻儿老小，更是无以为生。倘若是这样，你把他带到京城，再做安排吧。是老爷。你想说什么？你说呀，老爷。 官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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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官儿在这儿，薛公子，官儿在这儿，官儿在这儿吗？你要说什么？今生我们不能在一起，来世就是变成草布，我也要和你长在一起。 永不分开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。 近来治河工地新开工程颇多，花费巨大，朝廷下拨的治河银两已花费殆尽，急需增补，否则将无以为继。
工程还未过半，咱们就把治河淌银全部花光了，那可是600万两啊！臣立志为皇上根治绥患，故从主治河之后，除了历年未完工的工程外，又新开工程多处，花费自然就大了。但是若能顺利完工，则一劳永逸，皇上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工程全部完工，还需增拨多少银两？你说个准数。 只要1400万两就够了。1400万两，你可真敢开口啊你！大清一年的岁入不过8000万两，你就想拿走近20%？8000万两都给你，你也敢要是吧？臣不敢。皇上，臣是为了治河工地而考虑的，水患一日不除，皇上就一日不得安宁，臣也天天忧心如焚啊。这大清国，一年就靠这8000万两在运转。 你一下就拿走1400万两，真得亏空到哪儿去补啊？你这哪是要治河银呢？分明是在逼朕嘛！臣不敢，臣罪该万死。可是治皇工程一日不可耽搁呀，皇上！皇上，臣倒是有个主意，既能筹足工程款，还不让皇上拉下亏空。广大人，这个头万万不能开啊！戴大人。 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何必如此性急呢？广大人的意思是重开捐吏，捐吏一开，吏治更加腐败，和珅就是因此成了巨贪，前车之鉴引以为戒。皇上，是啊。皇上，臣以为开捐吏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，关键是要把握好捐银的用途和数目，只要把握好这一关。 对吏治并无影响。朝廷现在拿不出这么多治河银两，又不能让工程半途而废，为解燃眉之急，开捐吏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办法。况且，万一发现有什么不好的苗头，皇上还可以随时下旨终止。依臣看来，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。皇上。 好吧，那就先开一年试试。谢皇上，臣这就拟旨去了。朕深夜传你来，是想再单独问问你，河工花得了那么多银子吗？花银子，谁不会？皇上既然启用了吴敬，那花再多的银子。 臣丝毫也不感到奇怪。你是说，朕用错了人？皇上圣明，臣不敢妄言。那么，那个徐端呢？回禀皇上，徐端被革职之后忧郁成疾，已经在大堤上去世了。是吗？ 按照他的遗愿，把他安葬在大堤上。出殡那天，送葬的灾民有数万人。难道真的是朕错了？什么事？说吧。 奴才想说又不敢说。为什么不敢说？奴才怕皇上想起奴才的错，责罚奴才。说吧，朕不罚你。皇上，自从上回皇上让皇后责罚安危以来，安危一直卧床不起，而且，而且什么？而且皇后还不让太医给安危疗伤。 躺着，别起来。伤得重吗？让朕看看。不重。皇上。
小林，奴家在，去把皇后传来。这皇上不怪皇后，臣妾有罪。 皇上也在啊！听说妹妹生病了，臣妾过来看看妹妹。人都被你打坏了，你还有脸过来？还不快跪下！皇上，臣妾都是遵照你的指示办的。还狡辩！如何责罚？这个分寸你不懂吗？ 分明是借机泄愤，把人往死里打。听着，安妃这次疗伤，就由你来负责。安妃若有什么不妥，朕唯你是问。是，臣妾遵旨。还不赶紧穿太医？快穿太医！是。 这不就是？你看他们俩，这不肥不瘦，江南盐运使，这还不肥？一年能捞20万两啊！那是有眼睛，你看看，当初那个价，行情欠账。下一个金绢五品道台周良勇。 哎，是你吗？哎，皇上，重开捐礼不到3个月，河工所需款项都已筹足，治河的工程可以顺利的进行了。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若工程真能够顺利完成，也算是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了。皇上，臣怕的是东隅技师桑榆未收，却保了私囊。 如今眼下听说石缺都在看涨，广中堂可有耳闻否？哼，高某怎么没有听说过呀？戴大人，这恐怕是空穴来风吧？因开捐利而坏吏治，是朕最为担心的事。广兴，不管是不是空穴来风，此事都要好好查一查。若真有借机中饱私囊者，朕绝不宽待。这，皇上。 依臣看，这件事交给周廷栋办，最为妥当。皇上看呢？好，让他尽快去办。这，老爷，啊，福建的那批货已然安全到达了，都存在粮店仓库里了。一定要蚕蝇是了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千万不能走漏半点风声。老爷放心，绝对不会走漏风声的。 老爷，您知道京城市面上的烟土价钱是多少吗？又涨了。哎，现在呀，1两烟土最少能卖20两银子，您那上好的云土怎么着也能卖到30两银子。哎，您那批货，糙糙的一算呢，就能卖100多万银子呢。 现在咱家的烟馆散卖着看看，别着急出手，我估计这烟价还能涨下去。好，就按老爷说的办。啊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嗯。周爷想抽一口，废话。 不抽干嘛来这儿啊？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哎，你们这儿有没有干净点的地方啊？找个既干净又清静的雅间，我们老爷不习惯在通间里抽。哦，有，楼上请，楼上请。哦。这就是你们这儿最好的烟土啊？
这明明是杂土，本老爷从来不抽杂土。嘿，你想糊弄我们老爷啊？找你们掌柜的过来。老爷稍等。嘿，得罪得罪，属下眼拙，对老爷多有怠慢，在下给老爷赔不是。哎，你们这儿到底有没有好烟土啊？啊，要是没有，我可不在你这儿抽了啊。有有有，您坐您坐。哎，老爷可真是内行啊，好的烟土当然有，不过价格不菲。 所以一般的客人都不会要。嘿，我们老爷是一般的客人吗？我告诉你吧，我们老爷家的羊群比天上的云彩都多，银子比羊圈里的羊粪还多，什么价格不价格的，不就是多几只羊少几只羊吗？快拿最好的烟土来。好，好，好，老爷您稍后，我这就让伙计给您上，快去，快去。啊，敢问老爷是不是从蒙古来的？你连我们老爷都不认识？ 他就是蒙古草原上响当当的日泰老爷，蒙古的皮革、羊毛、羊肉什么的，有一大半都得过他的手。在下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嗯嗯，哎，够味儿啊！哎呦，这才是上等的好烟土。 本老爷来京城，找的就是这样的烟土。哦，老爷是专门来买烟土的。是啊，这如今哪，这蒙古的老爷们也好上这口了，不缺钱，缺的就这好烟土。哎，就这样的烟土啊，你们这儿有多少？我全要了。这个成色的烟土吗？ 一两最少要30两银子，哦，是贵了点哈。不过，这么好的烟土在京城也找不到了呀。得了，就按你说的价格，你的存货我全包圆了。哎。 不错啊，是我在燕馆里抽的那个货。对，嗯，哎，我什么时候能提货呀？明天就能提。哦，嗯，那好，明天我准备好银票，备好马车，咱们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蒙古富商，你们带他进仓库了，老爷。 这可真是个啥有钱的主，老爷，这可是笔大生意啊！蒙古富商，1000斤，日泰。那批鸦片就藏在广济粮店的粮仓里，只要我们缴获了这批鸦片，那么就是铁证如山。 看他广兴还怎么抵赖！好，事不宜迟，明天早朝我们就向广兴发难，打得和曹州不进。好，奏折为你好，明日早朝就呈给皇上。我来复议，务请皇上马上下令查抄人链。皇上，臣弹劾内阁大学士广兴私通洋盗，冒功请赏，其用心之险恶，手段之毒辣，令人发指。 臣恭请皇上给予广兴义严惩，详情臣写在奏折里，请皇上御览。松允，你是不是发什么癫了？说出这么不着边际的话来！这是朕的朝堂，不是戏园子，不得胡闹。皇上，臣没有发癫，也没有胡闹，臣的话有根有据，都写在奏折里。 皇上一看便知。松允，我广兴平日待你不薄，你为何以怨报德？皇上，松允他血口喷人，请皇上明鉴。皇上，依臣你们都先别说话。得令。这。
松云，你的奏折似乎能自圆其说，可是证据呢？蔡谦、玉德已是死无对证，一切都已查无实据，你让朕怎么能相信你？回禀皇上，人证已死，可物证还在。皇上，5000斤鸦片就是铁证。什么5000斤鸦片？这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啊！那5000斤鸦片在哪儿？你现在就给朕找出来。回禀皇上，那5000斤鸦片现在就藏在广新开的广济粮店的粮仓里，臣昨晚亲眼所见，千真万确。你昨夜去了广济粮店？那个蒙古富商就是本人。什么蒙古富商？皇上，广济粮店做的是粮食生意，怎么会有鸦片呢？请皇上千万不要相信松云的无稽之谈。皇上，粮店有没有鸦片，一查便知。绵宁，儿臣在。你立刻率50名护军前往广济粮店搜检，不论结果如何，尽快给朕一个回话。儿臣遵旨。你上去，仔细的搜。楼上没有，楼下没有。怎么样？回禀父皇，儿臣对广济粮店进行了彻底的搜检，并未发现藏有鸦片。可能，皇上，臣昨夜亲眼所见100箱鸦片呢。皇上，你现在明白了吧？宋云他完全是诬陷，他弹劾臣的那些罪状，都是他自己凭空杜撰出来的，他是想把臣置之于死地呀、啊！皇上，臣向来对皇上忠心耿耿，对大清是鞠躬尽瘁，请皇上为我做主啊！皇上。昨夜臣，别再说了。朕念您屡建战功，可堪大用，这才调你入军机处为朕处理军国大事。不料你打仗是好手，内讧也是好手。你入阁才几天呢，就构陷同僚罗织罪名毁我栋梁。你自己说。你该当何罪？皇上，臣句句都是实话呀！你还想狡辩？宋大人，您不能惹皇儿生气啊！赶紧给皇上认个错儿吧。皇上，臣知罪了，请皇上恕罪。太让朕失望了，朕永远也不想再看到你。皇上，念其宋大人屡建奇功，又权钱扬道的份上，宽恕他一次吧。休提他的战功。皇上，松云如此胆大妄为，就是他自恃有战功才居功自傲，现在只是勾陷同僚，长此以往，恐怕还要欺君犯上啊。所以此风不可长啊，皇上。松云，从今天起，朕夺去你的爵位，革去你内阁大学士、军机大臣之职，圈禁于热河围场，此生不得离开。臣遵旨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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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。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
皇兄啊，你和戴中堂都是朕最信任的忠臣，可为什么会有人这么恨你呢？皇上，您能这么说，奴才就是为皇上肝脑涂地也值了。臣难以与广中堂相比呀。 你们也都跪安吧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罪臣去了热河，皇上一定要保重龙体呀。 宋大人，宋大人，哎呀，宋大人，你是为我广兴去的热河，我得来送送你，顺便和你说说话。你来是想让我跟你求饶吧？哎，那是做梦。其实。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，跟我斗，你还得多看几步。你就说这下棋吧，走一步，看三步，这已经是高手。而我呢，至少得看五步。不过，我现在跟你说这些也没用了，因为。 你已经输得一败涂地了，哎，你再也没有机会跟我交手了。广兴，我也告诉你，只要我松云还活着，我就跟你斗到底。哎，宋大人，那我们就看谁赢在最后，啊，行吧，宋大人。 慢点走，哎！戴中堂，这些天朕一直在想，松云既没疯也没癫，他怎么会说出那么荒唐的话来呢？依皇上对松云的了解，他是无端。 就能说出那种荒唐话的人吗？难道他的话并非空穴来风？皇上圣明，皇上，松云正在去往热河的路上。 随他去吧。 对也罢，错也罢，朕说过，不再见他了。唉，嘉庆十七年九月，心情烦闷的嘉庆皇帝为了出宫散心，率众大臣前往热河避暑山庄，进行木兰秋闲。 热河这两个月啊，朕
还真是有点想念京城啊。回禀皇上，谕旨已经传下去了，明儿个咱就回京。嗯，好。这么好的天气，朕呀，也想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朕想啊，骑马回京。啊，皇上，您说您要骑马？是啊，朕现在还没回到宫里，骑上马，好好的，痛痛快快的跑上他几趟。哎呦，万岁爷，您消消停停的坐在銮舆里多好啊，那骑马多颠呐。再说这道也不好走，那万一有什么闪失，当奴才的罪过可就大喽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朕连马都骑不了了？朕有那么老吗？不不不不不，奴才不是这意思，不是这意思。在关上城门，绝不能让外面的乱匪再冲进来。是，走。务必守住城门，绝不能再放进一个乱匪。这，让我来！王爷，王爷来的正好，皇城的四个大门都已经守住了，外面的乱匪已经无法进来。现在要尽快带人守住景运门和隆宗门，不使乱匪惊扰后宫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传我的命令，速调火器队了。这。皇帝，火枪队中殿主到，快上城楼，瞄准城外的乱匪开火。这。这。走。弓箭手准备。我枪手准备，开火！乱匪快打进来了，咱们快逃命吧！胡说八道，这宫门都关上了，外边全是乱匪，往哪逃啊？那怎么办？咱们在这等死吗？什么死不死的？张嘴！奴才错了，奴才该死。姐姐。皇上不在宫里，谁给你拿个主意呀？这可怎么办呢，娘娘？哎呀，你们别这哭哭啼啼的，这皇宫禁地戒备森严的，乱匪哪那么容易闯进来啊？小莲子，快去把大门关上。姐姐，娘娘，娘娘，大门关上了。我让你把这个门也关上，给我顶紧了。快一点。姐姐，您倒是给我们说说，这乱匪要是真的都闯进来，咱们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这大家都不要怕啊！京城的八旗援军啊，很快就要赶过来了，大家只要挨过这一会儿，就没事了啊！王爷，乱匪还在猛攻东华门、西华门，眼下胡军还足以抵挡，久攻下去就难以预料了。必须尽快号令八旗前来增援。啊！
跪下！禀王爷，东路的乱匪已大部肃清，夫君正在巡查躲藏起来的乱匪。王爷，西路的残匪也大致肃清，部下正在搜查残匪。好，除了搜查残匪之外，要严密巡视各处宫墙，勿使乱匪逾墙进来。是。拿我的鸟枪来。乱匪数众偷袭皇宫，骏马奔驰也尘飞扬。